你好，我想找个保姆。先生，您想找啥样的？只是打扫和做饭，没别的了。那你想找哪儿的呀，先生？哪儿的口碑好？反正我们这旮沓出去吧，我跟你说都不错，你知道吧？我们这现在有一广西的，还有一湖北的，你要不要看看？看吧。来，你们俩过来，那个让人看一下，就他们俩。都不错。工作很简单，500块一个月，干不干？才500，太少了。每天要做几个小时啊？不会超过2、3个小时。那用我买菜吗？最好你买，看你方便。会做饭吗？我很会煲汤。会煲汤哎。那就是他吧。好，就是他。就他了？啊。那行，那你把那个中介费交一下，然后签了合同，你就可以把人带走了。好。走吧。